大家请合掌啊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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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法华三昧忏仪轨略释。啊，各位比丘、比丘尼，各位沙弥、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请放上。我们呢，法会啊、这第二天哈、昨天算是早请啊、那么这是第二天，那么要来跟大家呢介绍法华三昧忏。那么这中间呢，这个仪轨的安排啊、这仪轨的安排，那么。有几个核心的意义，第一个当然就符合佛法，第二个就是要符合什么呢？符合人法啊、那么符合佛法的意思呢，比如说昨天招请啊、那么有这么多的牌位了啊、那么大家呢，我们现在有个要求啊、大家这个自己这个啊、写牌位的话，一张牌位要写念三千声佛号，念一个月，那么两张以上就念五千声，每一天呢啊、那么大家要用心去念，那么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拔剑超剑，一年一度的超剑呢是很重要的，那么你很需要呢个人用功的功德力啊啊来给予这个啊这个支撑。有的道场甚至用半年呢、你要半年的时间呢、送多少部经啊，啊，念多少佛啊，一起累积啊、我们是要求一个月，未来可能要求两个月啊、要求两个月啊。这个像广钦老和尚的承天禅师，听说也是这样做的啊。那具体的数目是多少，我不太清楚，但是这样做，就让大家知道啊，这是一个共修的活动啊，并不是一个。啊，缴了钱填了单子然后就没有事了、并不是这样，这是第一。那么这是让大家修行，这是人法啊，也是佛法啊。其实一切法皆是佛法了，没有分什么人法佛法，就是在人的立场上我们这样做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就讲解法华三昧忏，下午拜法华三昧，那这也是佛法啊，也是人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般的法会啊，大概就是来了就巴拉巴拉就开始拜啊，就拜完了啊，拜了然后就回去了，然后啊这个牌位烧完了就回去。那么我们希望呢再加上一个讲解，虽然很短啊，但是呢要有一个恭敬法啊，所以说要请师。那又因为这是一个修行嘛，要讲解，那所以它不是一个那么法会形式的，所以用上下引进，没有七七叉叉七七叉这样，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就开始讲解了，然后下午拜的时候也是，他会用唱腔的方法，唱诵的方法，那让大家呢。去导引那个身心，因为他唱，他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过，然后有音韵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让你对那个声音，还有专注，透过专注声音，还有专注这个
语词，那词这个内容，那么让你的这个心收摄，大众的心收摄在这个法义上，这是法的善巧啊。那么要做，那么这些讲解，那么是佛法讲解佛法，它是对着这个人的需要啊。就我想请问一下，第一次拜法华三昧忏的举手，第一次，哎，第一次。第一次啊，哈，哎，第一次，有没有啊？第一次啊，第一次拜法华三昧，然后放下，哎，对，所以说你看，这就是人嘛，要对应这个人的需要，啊，法华三昧忏要拜，那得要得知道一些道理，那么我们来拜，相对比较好，啊，道理不是说很难说，也不至于。但是你不说一下，你今天下午你拜你就感觉不出来那个感觉，嗯。那隔天呢？就明天，明天的话就诵经。那没有受皈依的人呢，在这圆通殿呢，直接说皈依，啊，就是皈依的人就下午诵经就没有诵，啊，那晚上做大蒙山，圆满这个牌位啊。啊，圆满这个修行的功德，要将牌位化掉。啊，蒙山送完的时候，就将这个消灾牌位化掉。那么蒙山施食是佛法，是借由这个鬼神恶鬼道，恶鬼道很多种哦，有的是很有福报，也不用你施食。但是呢，也有地狱道，他那个有饮食的习惯了，但是呢，都没办法吃，可能都500年了，吃不到一口痰，这么辛苦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口饭吃，都很感恩了，啊，哪怕你做游民，你都还比做恶鬼好，哦，是这样，有人生了，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？很辛苦，很辛苦。那么天人不用吃人间的食物，可是呢，他也应该受度。所以我们蒙山施食啊，讲起来是本来的因缘是针对这个鬼道、地狱道，但其实呢，也对这个天人修罗。那参加的人道也度，甚至畜生道比较不容易啊。畜生道那狗啊、猫啊、猪啊，那不容易那么来啊，那来了你也麻烦，不守规矩，到处乱跑，听不懂。所以说六道当中，其实是反而畜生道在法会受益相对不容易，相对比较不容易，他难以来啊，他那个身形难以来。那么地狱恶鬼畜生之外，畜生不容易，那天人修罗人都可以来到禅场，但偶尔还是有例外啊。那么畜生变成中阴身被招请啊，这也有可能，但是量不多。那么呢，对他做施食说法，那么呢，这个我们大众和意念。这个净土，那么让这个阿弥陀佛、西方圣众皆以往生极乐。那么这一类的做法有深有浅，啊，你们像放焰口也是一种施食。那名称不一样，是因为。这个来区隔这个法门的方式不同，但是意义是一样，就施食说法，然后接引送往生这样子。那更大的是水路，也是这样。水路就用7天啊，我们用3天啊，他用7天，
这样啊，将诵经的内容更加增加。那么你去参加不同的场次，同一天当中有不同的场次，法华坛一般都会有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净土坛、梁皇坛、诸经坛、华严坛啊，这一定有啊。诸经就是把那个小部经啊集中起来，在那七天诵完。那法华经七天当中都诵法华经，其实没有到七天了啊，没有满七天。那有很多共同的，那再来在内坛就相当多的祈祷文，那这都是一种慈悲法门啊，是的。那我们两天三夜的就是慈悲加智慧，所以因为短了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有限于我们这个小道场，这个南众道场，纯南众，相当的不容易，啊，那么就，所以我们把慈悲智慧全部加在一起。慈悲的话就放龙山，智慧的话就是我们重点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拜法华三昧忏，是这样。那么在昨天呢，特别有招请，啊，特别有招请。那个这个招请呢是什么？用心力加佛法的慈悲力啊。那么其实还有这个佛菩萨的慈悲，这个不可思议的慈悲加持。那么这显现成为法力，佛力、法力、众生心力，以众生的心力做开始。那么借由这个佛的慈悲，法的不思议，然后来招请这个远古十方啊，九米仙王啊，九就是过去很久，米就是刚刚往生的，特别是意外死亡啊，自杀啊，这样子，自然往生的。啊，也需要，那特别是这个自杀这些，那国家要安宁啊，我们呢将这些啊难以惊醒的生命体啊，它是一种中阴身状态啊，它不是哪一道，它就是死亡了，但没有去投胎，那个下一世的业缘呢，没办法现前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不想换衣服那种感觉。你洗完澡了，你要去换衣服，你不想换衣服，然后就停在浴室里，什么事也不能做，啊，这就中阴。什么叫中阴呢？阴就是五阴身，啊，什么叫中阴？啊，中间的五阴，中间的五阴就停在那，既不是人，也不是下一世，啊，所以不晓得是什么。因为我们要投胎的话，你比如说我们要投胎。人要投胎为天人，天人的位阶如果是低一点的位阶，他不是立刻就进去，他也是慢慢的转变，这样。但地狱，那如果是功德很高，你人一往生，没有中阴身那个过程，一下就变成天人。地狱也是，如果大恶，你没有经过中阴身，直接就化身在地狱。天人基本也是化身，有化身的，但是呢，在欲界天里有是胎生的，哦，妈妈还是会生小孩，天人的妈妈还是会生小孩，但生了就会走路，是这样，哦，啊，像高阶一点的天，像这个他化自在天，男女的话是对看一眼就生小孩了，所以不要随便看了，嗯。那再降一阶，化乐自在天，是互相微笑一下，生小孩。啊，再往下，那就是，拥抱生小孩。啊，再往下，那么就是拥抱之外呢，哎，这个有亲吻啊，怎样才生小孩？那再来就是有男女的形影了，那性器官有接触，但是没有出精，生小孩。
再来那就跟人类一样，最低阶的四天王天是跟人类就一样。那像这样，那像忉利天以上，他们生小孩了，这小孩就能自己生活了，所以也没有那种家庭的束缚，相对少。啊，所以那个儿女的束缚感就少，束缚感少，你的自在感就增加，就增加。所以我们人间是因为业感所招，也可以说是某一种愚痴啊，跟业啊，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天伦之乐，天人的天伦之欲，牢狱的狱，天人之苦，天伦之苦，是这样。到了色界天去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个父母了，直接化身，因为他没有淫欲了。不是因为断淫欲，是因为他的那个禅定使得他不喜欢淫欲。你知道淫欲是一件很苦的事，苦差事，世间人就是因为业感所招，他觉得那是好事。到了色界天去的时候没有淫欲事，所以没有淫欲事，他也没有生育的事情，靠的就是禅定化身，这样子。所以他很自在，都在享乐。好，这些都不自在，最终都不自在，因为还是只是你造的业的推动而已。那我们的这排位呢，需要呼唤，需要一个仪式，用心做一个仪式。那是因为中阴身也好，鬼道众生、恶鬼地狱众生也好，他在苦难中难以自拔，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你的一个善念，经文的智慧心开显，你跟他过去有缘的一个善念召唤，召唤不需要多了，但是呢需要这种召唤。那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要上殿也要打板一样啊，你才知道要打板了，你才知道要上殿了。这个并不是说那佛法不是佛法无边吗？干什么还要招请？招请是一个仪式，是对于某一些众生他呢受限在那里，他对我自我的意志受限在那里，不知。那这个时候你跟他过去有缘，透过这个佛法的诵持啊，增上智慧。你这我们这种凡夫眼诵心经没感觉，但是呢对于中阴身或者鬼道众生诵心经，他会看到放光，种种光明，周边的环境是整个转变的，包括他自己处在的那个苦难的环境呢、啊，也因此转变发亮，也因此这样起来。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惊醒。我们法华经当中呢、啊、说到世尊呢、啊、这个放光，那么天上六方天人呢、啊、被光所照而惊醒，说大德天身是佛出世间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就，从他方而来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世尊呢，这个三遍其土，来移至这天人，你看他是不是还要放光，意思一样，所以我们解，所以我们的法会仪轨是有佛法的意涵，一一放在那儿，不是跟着人家照抄的，不是。那么现在呢，法华上面忏他就是修智慧法门，那个都是慈悲法门。修智慧法门就是这个法华上面忏，特别是法华上面忏有智慧而生慈悲啊。那还有修福报法门，是中午的五供那排位前呢施食，这都慈悲。佛前五佛前大供是修这个修福法，修福这样。
所以福慧慈悲这整个法会的这个重要的核心就这个。好，那法华三昧忏呢是智慧法门，那什么意思？法华三昧，三昧忏是仪轨，是指忏为了求法华三昧而修忏法，我们叫做法华三昧忏。他这样子的忏的仪式规则名为仪轨，所以叫法华三昧忏仪轨。那么什么是忏？忏有什么呢？忏即前愆，发悔后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对于过去所造的愆，愆就过失，升起呢这个啊惭耻之心，忏悔，悔这个惭耻之心呢、啊，那么升起悔改之念，惭耻已做之事，生这个愧对羞耻，对于未来发愿不做，叫做悔，后过未来的过，我不要让它再发生，悔其后过。那么呢，宣告不再做未来的过，那么宣告我过去所做不对，这是忏。那么宣告未来不再犯过失，同样的过失，这是悔。那么呢，这个忏有惭耻之念，升起惭耻心，惭愧，感觉呢羞耻，所以我不再做。那么未来我也不想再做。那么透过这样子呢，净化你的心。你要对过去所造毫不惭耻，对于未来的生命再不发愿，那未来照做，对不对？偷了再偷，坏了再坏，杀了再杀，吃了再吃，我们于未来不发愿，于过去不惭耻，那你就是一个恶人了。那么一个恶的人，福报不增长，智慧不开，众生不喜，慈悲没有，智慧不开，那众生也不欢喜，那你自己业障也难消，因为你的造恶的心都还在。那你知道有恶因必有恶报，那你恶因都在，那何况你过去已经有恶行在前，你啊，那恶因又在，那你势必招感什么？你势必招感恶果，所以你会难修行，不清净等等，就算想要修行也老是被什么东西卡住，被你的烦恼心卡住，被你什么家眷啊，要谁啊谁啊卡住啊。三四十岁二三十岁的人了，出个家就扭扭捏捏，担心东担心西的，那就是被你的家庭思想卡住，那这就是你有业因。所以你非得，你如果没有对惭耻对悔心增加的话，你就是一个不想翻转内心恶因的人，那恶因不翻转，恶果早晚要现前，恶缘充斥在周边，你就不会有智慧，不会有慈悲，不会有福报，那你怎么会有智？你怎么会悟入实相的大智慧呢？什么是悟入实相大智慧？法华三昧。法华三昧就是什么呢？一种智慧状态，
我要进入那种智慧状态，我修忏悔法门，这样听懂吗？那就叫做法华三昧忏，它的仪式规则叫做法华三昧忏仪轨。所以我们今天下午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诵法华经的一小段安乐行品，然后中午修福修慈悲法五垢，那接着呢这个拜法华三昧忏，就是要正对的这个智慧法门来修持，叫做法华三昧。那么这什么叫做法华三昧？法华心所结诸的实相之理，是一切诸佛出世的唯一目的。但诸经不说，唯有在法华会上因缘才成熟才能说，所以他是诸经之王，就经中之王，不是华严经，华严经是因为长而已啊。那经王是法华经，这古来通判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一切众生唯一成佛，没有二法，一切的佛法都是让众生成佛的法，哪怕声闻人修的法也是，就算他不知也不受妨碍。你看那个一语所润的三草二木各蒙其利，就这样一语所润。你看下一次雨下来，那个草有大中小三种草，木有这个大木大树小树，那同样一种雨下来了，各自其貌，各自受滋润，但他受的都是一种雨。什么雨？佛法雨，都是让你成佛用的。只是他的根性长出来是小草啊，都没法度啊，有的人就是这样，有人是这样，那是因缘未到。你最终要成佛的，那是佛语，佛的语，让你成佛的语。那么法华会上呢，就唯一说这个真理。他把一切诸佛密藏、诸佛密要之法、诸佛第一之法、诸佛于他方世界不轻易宣说之法，在法华会上是开示显说，会三归一，叫做开会。法华经是两个字而已，开会开示显说，开就那为什么之前不说？没根基啊。你知道多宝佛，我们现在设一个多宝塔哈，在上面里头装潢还很缺钱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。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连友不分海内外啊，都一起来成就他。这不是我要的，这众生需要。里头供法华经，晚上让它光雕，那么凝聚众生的共同的愿力啊，来供养。一个单位10万啊，欢迎大家来支持，来成就这个世界的智慧与和平啊。那么呢，也是成就这个每一个人内心的佛性。那么法华会上呢，他就说这个多宝佛啊，他到他入灭的时候，他都没机会在他的国度讲法华经。你要知道，所以他呢后来就发愿入灭，不安住在这个常寂光净土中，仍然以这个什么呢，全身舍利，外加他的这个众生的啊这个
他的世界的众生为他所建立的宝塔，那么他以神力任持他方世界，只要有讲《法华经》术，他都以能入灭而不住于常极光的这种风尘仆仆来到那个世界，双佛并坐，我们这个双佛并坐，证明法华会上的不可思议。你没有哪一部经是要有动用一尊佛，动到一尊佛来怎么样，来到现场，然后来证明说现在这一尊佛所说的法华经是真。没有，没有一部经是这样的，你要知道华严经也没这样的。有双佛的同时出现在经中的，就在现场就要同时出现，就是法华经，因为它太深奥，大众甚难，很重很难。那么他宣讲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就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以外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，最后是一切佛法皆为一令一切众生成佛而存在。包括了他提示了像普门品，提示了什么三十二应，这都是佛的大用，也就是你我众生的大用。但你我众生呢，在术法身当中啊，法的身可是术朴术没修，是朴术，所以呢不能现起这三十二应。但是我们称念佛名，称念观世菩萨圣号，观音菩萨呢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，你就这样。这个怎么会在法华经上，而且讲的也不是什么智慧不智慧的，他就讲这个事实啊。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事实是智慧所现，大悲所成，是这样。所以是悲智双运的法门，他没跟你多做解释，他直接告诉你就是这样。有没有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法华会之前已经说了般若会，般若会上乃至于华严会等都说了，大乘经典都说了，他不能在法华会上再说一遍，这样懂吗？就之前已经有说，众生已经调熟，已经对已经熟了，熟就是已经能接受这个道理的众生讲，是谁呢？就是大阿罗汉们。法华会上面的当机众是阿罗汉，既不是菩萨也不是凡夫，是阿罗汉。当然呢，我们今天学的不是阿罗汉，学的是菩萨法，那更是可以熏学了。但是呢，他的当机为什么会是阿罗汉？因为没有阿罗汉的那名啊，没有那些大阿罗汉机熟了的大阿罗汉，没有机会让佛讲这个道理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，连加持都没有那个智慧，你没到那个位置。法华的道理，法华经的道理必须要是佛的加持你才能懂哦。但是还不是对一般人加持就能懂，对阿罗汉，还而且大阿罗汉，什么大阿罗汉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视线修阿罗汉，但已经转心发大心，准备等着发实践菩提心，向一切诸佛学度众生法门，已经准备好这样了。佛只要临门一点加持一下，他就全部翻转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这个机呀，才是当机。那就谁呢？目犍连舍利佛、迦摄尊者、须菩提啊、富罗那、弥多罗尼子啊、迦旃延等这些大阿罗汉，那才有机会让佛这样说。
要是离太远，那佛得要重新讲般若法门，他都没办法讲法华经。那很近，你比如说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那对他在讲法华经就等于什么炒冷饭。当然佛法没有冷饭了，重新熏习都是 OK 的了，重新熏习是 OK，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当机，就当机必须是这个，当机是他们，可是受益可不是他们而已啊，这要弄对，懂吗？就像常常说有人问问题，对不对啊，他这么一问了，我这么一答得利益的可是大家，所以当机是一回事，得利益又更广大，我们就是得利益的人，这点要知道。那么他在讲什么？我是讲开会两个字，开示显说就是开权显实，真正的说法是开权显实。那么呢，会三归一，就是整部法华经的意涵在这里。开权显实是什么意思？权就权巧，我度化众生，众生有种种根器不同，我没办法直接教导你成佛的法门，太深奥了，那怎么办？讲权巧善巧方便的法门给你啊。那真正的实质的法门隐藏在权巧法门当中，但是怎么样，没有给你通关密语啊，这权巧法门就是权巧的法门，不能翻转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我买一台摄影机，它用密码，它用韧体把你锁住，只能录2K 的这个解析度，2K 的解析度，两个千嘛，2K 的解析度。那么呢，如果你在这缴费，缴个2万3万，他就任体再给你灌一次，就解开那个密码，解开那个封印，还是那台机器啊，就变4K。4K 就是能够录更精细的影像，看东西会更精准，更清楚，意思是这样，意思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呢，法华会上所说的开权显实的那个开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刚开始跟你讲的佛法，不跟你说你能成佛，也不跟你说你有佛性，但你就在依着能成佛为目标而修行，用着你的佛性在修行，但你不知道，不了，就不了实相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呢？法华会上呢，就是一次把你那个韧体灌足了，给你通关密语了，你突然间说我学的那些原来都是成佛的法门，所以你没有白学。但是如果不经过法华会上这个通关密语，做这个韧体的加持啊，就经典的这个重灌一次，灌到你脑子里，你以前所学的就停留在那，不知道你能成佛。那么这放进去了之后，你就知道你能成佛了，这样听懂意思吗？所以你本来不少，你所学的不会白费，但就缺这么一个转弯，就说穿了这样子一个窍门。非常多练武术啦，学这个
某些技能啊，都是这样，啊，都是这样子，啊，那好，那么这就是法华会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为什么它是诸经之王？因为钥匙就在这个经典中，唯一这部经，无量国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呐，何况得见受持读诵。无量国中的众生没那个因缘，连名字就不可能听到，何况得见还能受持。有时候我跟你讲说楞严经你听过，你不用得见啊，你听过。现在是得见受持，就是诸位众生因缘成熟了，所以听闻法华经。那接着，那为什么有这个法华三昧？就《法华经》里头结出的成佛的真理呢，是实相。因为我们在实相之内，实相不在外，不在内，遍法界一切处。我们在实相内。所以一切众生能成佛，那个佛呀是万德庄严的佛，能够三十二应度化众生行菩萨道，这都是你的，你念念心能成的，这是实相相应，这不假外求，内自具足。哦，那这需要什么？这不是去懂，这需要去证入这个实相。证入这个实相到究竟，名为成佛。那还没有究竟之前，那么就行菩萨道。啊，行菩萨还有两种，一种是先知道了实相的道理，解悟了那个道理而行菩萨道，这原教菩萨还没懂那个道理，但已经在行那个菩萨的法门，还没有完全懂，那么叫做别教的菩萨。那么我们法华三昧呢，就是悟入了那个道理，悟入，但是呢，比解入还要深，叫做悟入。解是按照你的思维分别理解，然后恍惚有悟，那叫解悟。那悟入是已经呢浸隐在这个真理当中，不过呢还不圆满，还不自在，这叫悟入。悟入呢的六级佛当中讲啊，那么就是分正级了，分正。我们来比喻的话，就是解悟就是什么呢？隔着云雾看着十五的月亮，隔着云雾而已。那悟入就拨开云，直接看月亮，不过还不看十二，十五的月亮最圆还没有，他看可能看初二初三，再冒出一点，冒出一点，但他看的是真月亮。他先看到云里的月亮，那是解悟。后来云拨开了之后呢，开始看到初三初四初五初六，这样慢慢看慢慢看，但他已经知道整个月亮的样子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所以解悟是朦胧之间完整的看过月亮，完整的看的月亮，但是朦胧看。到了悟入的时候是亲眼看，但还没有看完美，还没有看到完整，
但他之前已经朦胧看过了，那叫相视即相视，对，还有会混打的呀，那哈啊相似，这样子。相似即前面有一个观恨即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。要观，要就我虽然连那个云隔着云看月亮都还没办法看，但我好歹想象一下啊，想象一下我看到了，才不会把星星认作月亮呢。啊，这是比喻啦，星星怎么会被认作月亮呢？一大一小，但这是比喻。好，听我，您要想象一下，这个想象就是要解，要听闻，要观，要行。行忏悔法，把你身上那个业障减低，你内在的智慧光显露，你自然会照到真理，真理不在外，在当下，这是观恨即。没有修，做个大凡夫，叫明自即，即就是你即是佛陀，你即有佛性。你本身就有佛性，明自己，而理即啊，就是理即，你没有修。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道理，你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你听懂这招就已经是明自己，明自己很长，要去理解那些道理。最后呢，进入观恨即啊，已经是解入。当中去修观，修那个行，他已经跟这些实相的理怎么样相接近，还没有悟入，但是已经在理之内在实践，因为他已经悟入那个道，那就进入到观恨去。所以观恨虽然还没有完全的悟入，但是你要要修观嘛，要修那个行。而我们当然还不是，我们实际上还在明自己，但是明自己当中要解啊，要开圆解。那为了要开圆解，所以我们要忏悔业障，所以要修忏。那它有什么效果呢？它直接的让你直了成佛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！莲花开之后啊，你如果真懂这个道理，或者说相信这个道，你莲花开之后不会是声闻人，极乐世界没有声闻人，但是它会有四现声闻相的人来跟你再熏一下声闻法，然后才让你开解大乘，有这种的有没有？有。你身为性格比较重一点，但也愿意念佛求生极乐。但你呢，你今天拜过法华三昧，听懂这个道理的，在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。在你们这样子 的程度到极乐世界的话呢，当然念佛的深浅还有分呢。不过只要花开见佛的话，花开那就是直接见菩萨佛，因为你直接听闻的是一佛乘的法，这样，与你一熏过，当然你打妄想啊，两眼睛看着我了，脑子在想别的，那你没听进去，有听没进，那这是另当别论。不然是这样，不然你跟一般连名字级都还没有的大乘人是不一样。有的大乘人是只是想要利益众生的，但他道理不懂这个道理。不懂这个实相的道理，实相道理一切众生皆具佛性，相信具这个佛性，不坏这个佛性的净性、清净性，这样，这就是法华三昧要悟入。法华三昧真正悟入的时候，已经叫做分正极了，破无明现法身。
还没成佛，但能够他方世界视现成佛，误入三昧的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有人跟你随便讲说他已经误入三昧，那你就不要太相信，因为他能够视现成佛了。但是你在因地上要这样修，它是一个法门，从地狱可以一路修到成佛，要知道。嗯，法华三昧忏法修忏，那么它的内容是怎样？那目标就是让你得法华三昧啊，悟入成佛的道理。即便你今生不能，但是你今生会资助你很多智慧福报跟心力，还有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帮助你念佛，句句佛号从心出，句句佛号入佛大海中，你与阿弥陀佛的愿海，凭着法华三昧的实相的道理了解，我心中有弥陀佛，弥陀佛心中有我，我们愿愿，我们是心心相应，弥陀大愿摄于我，我的愿生之愿为佛所摄，这样子也帮助你念佛。那么它的主要修行内容是怎样呢？首先修恭敬法，身口意恭敬。那怎么恭敬呢？身礼拜啊，他先修意最快，懂吗？不用做动作，意念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就先修意法，先修意法，你用听就好，不用翻了啊。先修意念，三业清净。在修意念之前，他要先懂这个道理啊。我今天讲这个道理，他要先懂，对吧？那懂这个道理之后呢，他要发愿啊，再先发愿，说我十方一切三宝及法界众生与我身心无二无别，你看看，三宝跟我众生哦，跟我的身心无别的，所以众生受苦就是我受苦。诸佛以物啊，众生上迷，我为众生，翻迷障故，理事三宝，理事三宝，讲是讲理事三宝，其实就是礼拜法华三昧忏啊。啊，法华三昧从礼敬下手嘛，先修恭敬法，啊，这样，所以他就会先一切。此方常住的佛法僧三宝，先修恭敬。看，这个恭敬是身口意三者合一，那等一下才要分开，先修恭敬，总恭敬，然后呢，开始就用意念，将你心中的恭敬呢观想，你心中的恭敬怎么样恭敬表现？就恭敬观想你对他的什么思念，对他的供养。六尘供养，色身香味触法，好，来，十诸中等国国无归，言辞香化如法供养，愿自日香啊。
方解心在这个三六六层供养当中，用三业观想六层当中，他观想你看遍满十方界啦，妙法莲华经法华，就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护法龙天及一切天圣，受用作佛事。什么叫受用作佛事啊？我等一下要供养，要礼拜，要虔诚的说明我的忏悔，是就是佛事。那什么叫受用？受用我的供养，六层供养，这样懂吗？我供养完了，你会问有什么事啊？那我就说我要忏悔六根，我要忏悔，我要发愿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，请您十方三宝护法龙天为我做证明，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，这就是忏悔无法门忏悔，一定要记得，不能忘记。忏悔，忏悔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所造的业，不该看的看，不该说的说，不该听的听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好，你听是非就是不该听。那不该看，你看是非就不该看，真的是业障重了，你才去看，哦，是这样啊，那么忏。那么眼耳鼻舌身，特别是舌头乱讲，不该说，那么呢，劝请，劝请诸佛住世啊，我们都劝请人家怎么样做坏事的多，跟我结婚，跟我做生意。跟我一起选举，这个就世间法。那行菩萨道也没关系了，但常常你是行恶法，你不是劝请，你劝请诸佛。现在我不要劝请这些。随喜，我们都随喜人家赚大钱，我没有随喜人家学佛。啊，赚大钱可能是造业障而已啊，造业障而已。啊，忏悔劝请。随喜回向，我们都回向我们赚大钱回向健康而已，没有回向佛道，而回向自己都没坏向别人，回小向大，回自向他，回因向果，我们都回什么？回果不回因，我们都不修因想要有果啊，回四向理，我今天修的四项就是要证那个法华经的道理啊，法华经的道理回四项，这样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。一般我们发愿呢，看什么愿我这个家庭平安啦、啊、愿我什么道场建得起来啦，这当然是愿很好了，但是最后要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，愿我求生极乐世界无有障碍，一切众生生极乐世界无有障碍，这就是愿，懂吗？这样子，这个都在忏悔耶，这五种悔都是一种悔耶，对吧？都在过告诉你过去所做错，未来要做对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都发愿干嘛？发愿有钱呢、啊，发愿子孙满堂啊，发愿我庙盖得大。我现在发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，那是不一样的，这叫忏，这就是忏悔，这样懂吗？而六根忏悔是一般的忏悔，但是劝请随喜回向发愿也是忏悔。那么要完成这个忏悔之前呢，要修恭敬法啊，再来意念当中修供养，所以愿此香发遍十方，以为微妙光明台，诸天音乐天宝箱，开始在供养什么？
供养六尘色身香味触法。供养完了之后呢，先送过去，把心念供养这些，接着真正请他来眼前，我才能怎么样得利益嘛？请佛菩萨来您太和场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意念啦，思念啦，怎样吧？我们要不思念他，我们要不尊敬他，我们不想看到他，我们不喜欢跟他在一起。现在思念他，想着他，所以希望他来，所以要什么奉请。啊，来了之后怎样？如幻的跟他讲说，为什么是如幻？他当然知道你要干嘛，但是你还是要说一遍。还是要再说一遍，所以说什么样？说我愿意为一切众生修一佛乘的法门，令我呢破诸罪障，普度十方一切六道十方一切众生，都入平等大乘一乘，不是大乘，一乘平等大会中，也就是实相。平等大会就实相会，平等，处处一样，就方等教法，处处一样。一乘没有大没有小，叫一乘。一乘平等大会就入于实相。哎，我要告诉他，说完了之后呢？说完了之后，意念恭敬。身体奉在意念在奉请，然后说了我的愿之后，要称赞，口来称赞，容颜甚奇妙，光明照十方等，就称赞。称赞完了，哎，身口都做，这个意念跟口业，意业跟口业做完了，接着深夜礼拜，一行。然后这个时候拜的时候呢，要观想，能离说离性恭敬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就是我的观很急嘛，做观想。我此道场如地住，释迦如来已现中，我身已现如来前，同命皆足，归命礼。哎呀，能离说离性恭敬，起空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起这个。这个不思议中观，那么其实也可以起妙假观。我此道场如地住，释迦如来隐现中，我身隐现如来前，头面皆足归命礼。后四句是妙假观，第一句是空观，第二句是中观。那么也可以倒过来，第一句是空观，中间四句是妙假观，后面那一句头面皆足归命礼，我把它解释成为实相。中道观，若为现实，头面皆足归命理，这当下就是实相，中道实相，这是另外一个转个弯的观想法了哦。这样，但是顺序上是空假中，就比较一致，这样。所以起三观，前面呢在奉请的时候也是起三观。我三业性如虚空，释迦如来亦如是。不起真机为众生，与众俱来受供养，那么也是，好。那么接着呢，奉请完了之后发菩提心，最重要要发菩提心的是一开始就要发菩提心了。我们呢会让诸位在两侧，那么两侧我们马上就要诵经了哈，我们马上就要诵经，所以诸位让诸位在两侧。啊，两侧呢走过来之后呢，称念菩萨圣号，啊，称念菩萨圣号，普贤菩萨，啊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那么就进到道场来，啊，就发菩提心。那么呢，准备要修正式的无悔忏法，也要发菩提心。我会在今天下午拜会跟大家讲一次，
我及众生无始常为三业六根重罪所障，不见诸佛，不知出药，但顺生死不知妙理。那么这用念的啊，观想拜下去观想。那么这一句要起犯，不为是三有哦方哦哦哦哦他就具足了发菩提心的内容，不为世人三有，世人就是三宝恩、国家恩，三宝恩、众生恩、国家恩、父母恩。那么三有，三有就是三界众生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法界一切众生，我都愿意他们呢、断除三障、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。那么呢？断除三障，资料成佛，所以我为他们断三障而求障，不是只有为自己而已。我与众生无始来今，由爱眷顾，内记我人，外加恶友。你看，先写个一，那外加恶友写个二，不随喜他一毫之善写个三，到时候你拜就知道，有十种顺生死流，我要逆他而去。唯愿普贤慈悲色受，这个时候就普慈悲色受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求一拜忏啊，慈心忏悔发藏的爱与一切法界众生，中无量劫女人生，世世生主。
恳切的这样唱，让我们知道啊，眼耳鼻舌身意的过飞。那你要念过去一下就过去了，要引导大众的身心呢、啊，一起来求唱，所以很殊胜啊。但是呢，很耗气，现在出家人普遍没气，啊，也没力，唱过来半条命，跟去讲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法门呢、啊，这个不容易啊。但是呢，你就可以知道古德的根气有多深重啊，是这样啊。大家要多学啊，哎，心脉若那爆嘞啊，好，那么这完了之后就诵经啊，皈依三宝诵经。那现在我们先来诵经啊，我们准备来诵经，帮忙打木鱼啊，他不在，就帮忙打木鱼打磬啊。那么我们来诵经啊。诵经就诵法华经，那我们叫下午的时间就比较充裕，大家就不会那么赶。